因为昨天刚换了，昨天刚换了那个，不做大铲子吗？还没啦。昨天刚换了新的聊天室，因为之前的聊天室那个机器人打字会挡到你们，他就是会帮忙宣传东西，但是一宣传他就占了好几十个。是好几十个啦，大概7行吧，然后就把一堆的那个给洗掉了。那好，问你们好了。PS 经验修补的 CP 值比台前高，好，有没有推荐做什么啊？就是前期简单，然后又很好做的，有吗？不然看那个真的是有点阿杂。哎呦！有吗？有推荐的吗？可以跟我说吗？吐司哦，可是有加其他的吗？蛋，这蔬菜还 OK，然后这个应该也还 OK，这个是狂喝牛奶而已吧，导致牛，然后狂喝。5×36×，喂，喂，你刚有被霸凌吗？知没道没道，你回来的，还是只有我被霸凌？对，对，你们可以不要那么老实吗？不对，好，黑曜石搞，黑曜石锤不能挖黑曜石吗？怎么挖那么久啊？不会爆黑啊？曜石锤不能。可以吧？要那挖是，喽，那挖喽，可以挖啊，它可以挖到菇的等级。来爆炸！Shuki 啦，我踩到岩浆了，好烧，好烧，有烧，诶、欸。烧，修，钥匙被修开。Shuki 啦，我要被烧死了啊、哦！差一点，差一格半，好可怕哦。危险。还是这个放这里好了。所以要盖路吗？哦，等先一下，接铺好了。先看大家的高度多少，再统一盖同高度就好了。杰好克啊，盖了、欸，盖了，它的高度多少啊？杰克，哎、欸，可不他可没在以？线上，也不知道。等一下，什么时候会变成亮片？哦，这什么东西啊？有肉块耶，you 可以吃吗？这肉块？什么？火杀？肉？肮脏的交易啊？从地你狱中获得肉？脏？肮脏？你脏脏？那也不能吃啊。哎看。哦，下界精华是这个吗？王一，王一，哦，四个下界精华，基础种子，我要先这个水晶碎片啊哈，晚上好呀，上好，为什么会变晚上好。可能啊，岩浆又流下来后面的啦。为什么不过可以挖？哎、哦，欸，哎、欸，有哎、欸，这谢怎么回谢。到其他人的家里面了？啊，杰克家对不回对？到谁的家？到谁太家、欸？近了吧？啊，这是，当然不是杰克家，这是，本团。小柯家。太近了啦！哦。哇，你们地狱门太近了。500格，差500格算很近啊、哦。算，是假的，那跟团团家不就很近？很有可能会连在一起。哇，那我要那抢你，先盖。
没关系啊，你到时候再把你家的那个地狱门先算好坐标，再重盖一个在你家旁边，这样就好了、啊哦。不会算，怎么算？忘的。看记忆体忘记了。交给音乐大大，哦，就决定都是音乐的事了。好哦，我去他自己家，等一下。能者多劳。嗯，不要看人家家里在爆雷，爆雷，不要。事情都交给影月，对啊，影月出品那个品质保证，必是精品是吧？必是佳品。对啊，等一下，人家是学长呢，有经验的。他进你回家了吗？我在家里啊。好，我看看。地狱门在那边。地狱门在那边。那边，我没看到你人呢、欸。上在哪啊？那边。嗨。哎，对，我看不到你，我通灯。啊。好。下班累了，辛苦了。下班辛苦了。辛苦了。那上班加油，辛苦了，辛苦了。他下班了啦。啊。下班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上班加油。下班加油啊！下班加油。下班加油，对啊，下班也要加油。男家里搞不好会有一些事情嘛，对不对？你在加油啊！哦，哎，什么事情？就蛮累的事情啊。舅舅，不能右键采收吗？哎，可以吗？我不知道哎。可以啊，可以啊。我都左键。我想喝，我想喝草泥马奶。经验多，模组里面，这个模组里面全部都可以右键采啊。哦，嗯，就算是小麦也可以。嗯、好，他进我还是没看到你。哎、啊，我在我家里面、啊，门里面。没看到啊，没看到你啊，我还是没看到你。欸、那不然我再随性轰一下，轰，看到我吗？没。没。放在。没。不啊欸卡了啊卡了什么我没有刚我大卡他进你家有没有黑曜石啊我黑曜石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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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不够我再下去挖狗椅石狗是死好 我现在算你的地狱门的位置好了。好。哎呦，等一下。小题板抽奖，应该会跳一个小视窗出来，你就点那个复制抽就好了。嗯。我刚刚以为我中到了，不做到了那个按钮，因为会累格嘛。我就看我快捷键上已经有一颗按钮了，刚刚讲说。然后关掉之后，哦，好险好险，箱子回来了。等等哦，让我拿个记事本。水稻种子不行啊，野生的不行是不是。地狱门里好吵，地狱门里很吵。妈吵！地狱门给我闭嘴！闭嘴！你不是地狱门。然后我也开台了，那我去挖黑曜石。好，我觉得掉速度很快呀、啊，砍的速度很快啊。树叶吗？对啊，不是树干。不会吧？是真的啊。记忆体不够合一个，哇！记忆体不够合一个，是一体。记忆体不够，记忆体不够啊！去升级啊！记忆体，
你有什么议题啊？没有啦，那个不稳定红石。拿红石去烧啊。对啊，再拿一点红石。来，只要吃。啊？修格斯软泥，这里怎么有4块这个东西？等我一下。喂，我还在找农场的地方。修格斯软泥啊，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它是一个很恶心的生物，会爬。哦，你说上次那个啊？把你打爆那个啊？上次你那个啊，直接把工作台放在楼下那个。啊？什么意思？不懂。你有印象？你有一次黑工作台就是遗忘在下面，因为遇到一个很恶心的生物吧？第一次开 ATM， 第一次就你啊？第一次开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做东西，然后你的工作台遗留在下面去。哦哦哦，就是那个洞穴，那个就是啊。对，就是他。可是我刚刚上线也看到我家有那个哎、欸。对啊，为什么刚刚我家里面有这个东西？他会乱熟是不是？好恐怖哦！会乱生长在我家里，到处都是哎、欸。修来修去。修来修。哎呦。嗯。对你修来修去。我对你修来修去。烧来烧去。哦，蓝莓好好吃。哦，蓝莓好好吃。哎、欸，吃蓝莓是不是可以把叶子采回家？可以，可是它要重新长成大的要一段时间哦。在软泥上面，装备会耗耐久，真假的？软泥这么可怕？耶、yeah ，美美啊，毛毛，这软泥可是很强。糟糟，不要招惹软泥，糟扭你。我来扩大我的熔炉了，好扩，很大了吗？还不够吗？三乘三啊，要11×11哦。没有，我想要用6×6。不够，算了，浪费了。你为什么不用7×7？7×7这样比较舒服嘛，因为控制机在中间的话，你就可以对称。也是，好，反正很多东西可以的。哎、欸、啊！油菜怎么没有出去？好，可恶！你容易打回去，打不回去。对不起，我错了。那个超难，排戏，超难打。排戏，不要再打我了，对不起，我错了。决定去挖个黑曜石。哎、欸，我昨天就是找海盗船那边啊。嗯，就想说逛分享一下那个照片给你们看的时候，回过神来，我被鸡咬了。鸡？我被鸡啄了。他鸡是猪，你是鸡？他就是突然。他鸡是猪？你说我是鸡？你是说什么？什么？他鸡是猪？什么东西？讲清楚哦。哇！你才输啦！什么哈基吃出你是鸡？抱歉，你是不是鸡很久了？抱歉，趁鸡骂人哦。所以到底是猪还是鸡呢？是猪。到底是哪个呢？哎呦，不是啊，哈基不是说他被那个猪咒吗？他是被猪咬的，对呀。所以哈蒂被诅咒，然后繁星被诅咒。我只是不小心省略了一些动词的部分。好危险哦！不可以乱讲话哦，小心啊、哦！西瓜会愤怒哦。差点毁了一片了吗？爆炸！等下踩在西瓜上面会爆炸哦。林北是哈蒂啦。哈基，你黑曜石挖好了吗？有，对，有。有牛，来，哪里有？哎，借我一个 tank。没有你，三个够不够？啊？是三个够不够？是三个够啊，只要能够做出地狱门就好了。好、哦。你，我在地狱里面等你。感谢西瓜。
六，感谢自己，还是用六好了。为什么？因为它两格，它底下只有两格吧？一个储那个啊储罐，然后一个大脑而已啊，不是吗？哈基，你先回去。好，我先回去。你先。